迎收看大家站起来，好男人就是我，我就是好男人，我是 sit down please。 OK， 今天呢我们请到一位非同凡响的人物，他有什么样的成就然后令我们非常的惊艳呢？他曾经在大胃王比赛吃了800根热狗，打败小林尊，他赤脚跑过撒哈拉沙漠只花了一个半小时，他裸体勇渡北极崖，完全没有任何的困难，他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坚挺部。不容易被打败的男人，他就是我们的周先生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周先生，我就是赤脚跟裸体还有大胃王比赛赢过小林尊的周先生。是的，周先生，我想先请问你啊，你觉得我们时下的年轻人是欠缺什么样的特质，以至于他们没办法像你一样这么成功？觉得他们最欠缺的一项就是参加赢队的经验。参加赢队的经验，那你觉得关键是什么？让我这么成功关键只有一个，就是参加一公营。参加一公营是让你成功的关键，没有错。那我想请问你，就是最困难的是什么？最困难的是，因为我从小家境不好，妈妈舍不得吃，都给我吃，我家里没有钱，所以我只好自己出去打工赚钱。爱坚强，打拼一切为理想，就算坎坷路，欢喜艰苦嘛爱做，为前途。失败成功拢着爱冲，不管阻碍有偌大，犹原慢慢继续行，目屎着爱拭乎干。认真来生活，虽然命运天注定，不过成功靠打拼，总有一日机会拿来换我变主角，继续坚强拼落去，男儿志在出头天，人生短短几十年，唔通白白来离开。成功靠自己，只要也有一口气，相信总会有彼时得到最后的胜利。得过诺贝尔奖的话，诺贝尔奖应该是会有一笔不小数目的奖金。因为当下当天得了诺贝尔奖之后，我太开心了，我就跑去林森北路办。如果是我，我也会这么做。那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现在的就是年轻人说？如果你还对未来很茫然，还不知道你的梦想是什么，想改变你的人生吗？那就来参加一公营吧。是，经过周先生这番谈话呢，我们知道参加一公营绝对是你人生成功的关键。不要在家里打手枪当毒蛇了，赶快出门去报名参加一公营吧。OK， 非常谢谢跟周先生的这次的访谈。OK， 好，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次的《大家站起来》，好男人就是我，我就是好男人，我是。Sit down, please. 谢谢。
看你手上大，不要摸我。讨论要去哪一种？山窗温度却让身体再次感到很沮丧，我微笑不是假装，我追是因为渴望，我奋不顾身奔向每一道阳光，我跌倒是种成长，我哭是一种释放，我存在不是假象，我不管我倔强，为爱付出疯狂，为梦受一点伤，为保护我的信仰变得更坚强，为执着横冲直撞，为你说了点谎，别说我一直找不到